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将自己个广告放喺全球最大嘅搜寻嘅 Google 首页自然排位展示出嚟？我哋今日就教大家点可以达至呢个目标。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嘅海量数据。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时间，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将佢睇晒。Google 搜寻有200几万，域名增加70个，网站增加570个，邮件服务器发出2亿封邮件。我哋点可以喺呢个海量数据里面，喺同行里面遥遥领先呢？我哋要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两大搜寻平台。我哋示范一个关键词俾大家 ：Google Hits， 全球排名第一嘅系我哋其中一个关联产品 Google Plus Google Hits。我哋拉落去以 Google 下面嘅页面睇下 ，Search relates to Google Hits。Google 为我哋冠名投嘅即系两个关键词，两个名词。一个是 Google Plus Water Heat Pass for Manager， 另外一个是 Google Plus Sublimation Heat Pass。 这两个都是在行业里面重点要看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带出来的所有数据都是我们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明在这个行业的朋友或者将会进入这个行业的朋友，他们在看的都是我们的视频，由我们提供的视频。我们再回去在 Google 的 Video 里面看，呢度个数据都系海量，系26万。首页我哋霸占咗8个位置，第二页嗰个情况都系一样，第三页情况都系一样，第四页都系俾我哋霸占晒，第五页都系俾我哋霸占晒，第六页都系俾我哋霸占晒，说明喺同行里边我哋都系遥遥领先。我哋再翻去 Google Plus Water Heatpass Nanya 里边个 video 里面，情况好不一样。多了很多竞价广告，大部分这些竞价广告都是知名品牌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阿里巴巴。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广告投放，他是希望人家看到，因为如果在传统页面可能没人看，但是在 Video 这个页面多了搜寻者。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去到第五页都是见到他。我们今天说明 Video Marketing 确确实实令我们那个产品让我们很远的客商在很近的距离就可以接触到。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 它是一个全方位透视到你的产品的功能、的效果、的能力、的操作的一个媒体，是我们产品的一个唯一的出路。在接下来的5月20号我们在香港工业组举办一场研讨会，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由零成本做全球市场推广，重新出发。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如果大家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的，大家不妨点击这个链接下载报名表报名参加。同时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免费的视频平台，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我们保证，我们承诺，在大家的广告视频播出之前，我们绝不加插广告去干扰，让大家的广告视频直接可以在消费者面前直接展示，而观众亦无需要下载任何应用程式就可以睇到大家嘅视频广告。如果大家对呢方面有任何咨询嘅，大家不妨同我哋联系一下，咨询一下。多谢大家。